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。那在此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，记得赶快订阅我。我现在订阅数才122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呢，就正式开始喽 ，Let's go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影片，就是我发现到我一个朋友的频道订阅数增加蛮快的，感觉像另类的 PewDiePie。那这一次是哪个频道呢？那我要切换喽，3、2、1，那是我们的上夏天啦。那上夏天呢，现在订阅数呢来到了11400多订阅了。那他呢，这是他的数据，多夸张。你看，从5月9日开始哦，5月9日开始增加了250，再来呢5月10日增加100，再来呢5月11日增加了130，不是真的蛮夸张的。你看破，你看5月9日到5月12日要破百的，都是增加，订阅数增加是破百再增加的。到5月13日就增加到就90增加而已，增加90而已。然后5月14日到16就增加有200到500之间的订阅数，那最夸张的就是这三个期间呢，最夸张就是这个5月15日增加460订阅，太夸张了。你看 ,7.88K 哦 ,7880 哦，一路过来到5月15增加到这样的数字，然后这样已经到这样咯，9120订阅，抱歉刚才口误。然后再来是17号嘛，17号就个位数增长而已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5月17的个位10位数增长嘛。然后再来到5月18日呢，到今天到昨天5月22日这期间呢，增加了190到800之间的订阅数，那最夸张、最惊人的，比前面5月15日最惊人的就是5月21日星期五的时候，增加了最夸张的订阅数，来到了800订阅数，不是我这边浮夸，真的增加了800的订阅。就是因为我是使用 Social Break， 然后来看后台数据的。啊、这时候就刚好1.1万，哎，不是哦，是11万，是吗？是哦，11000订阅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在我录影片前，我、哦、正在编辑我的。影片的说明栏的时候，看到了11.4K， 夸不夸张？那现在呢，给你们看一下夏天，现在呢已经来到了1.15万，夸不夸张？那他的订阅数呢是一直正在的正成长当中，那他是一直在正成长，订阅数真的是成长的蛮快的。你看哦，这会变哦，现在是这样数字对不对？因为我这个部分只能显示到这样，我自己个人的话可以显示到后位的个位，后面的个位数的数字。那这十位数的话是要等到那个啦，我也不知道啦，因为我
给新粉都会知道吗？我还没到达过一万订阅，所以呢，所以不知道后面的数字是如何变化的。那现在呢，像一直时间正在的流逝当中，订阅数有可能会直接飙到2万订阅。我在想啦，现在是5月23嘛，我在想今年底应该可以，今年底以前夏天上夏天应该可以到达2万订阅。2万订阅真的是飙速蛮快的。我现在呢，我还有其他朋友的频道了，等一下。英文很烂，打不住。小蛋姐，等一下，要不要看一下夜空钻石的就知道了。夜钻订阅数也是很可怕的，像昨天呢，就是有个，就是我录影的这一天的昨天呢，就是有跟夏天那个那不错，就是直播啦。那最新的话是也有跟夏天录了一部影片，就是不然啊，我从这里先找一下，你们先稍等我一下哈。回来了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夜钻，夜钻已经比减了。那夜钻呢？现在是什么方法增加？就是十位数增加，就是10到50之间在增加。然后夜钻已经来到了3450了。那我在想夜钻今年底前应该可以到达10000订阅吧，我在猜想啦，应该可以到达10000或者是5000，10000订阅或者是5000订阅，不是15000哦，是10000或者是5000订阅或者是5000订阅。那这两个频道真的是蛮狂的。稍等我一下，应该已经飙很快，飙到10000多订阅。这个已经飙到11500订阅了。好，这个已经飙到3000了，夸不夸张？我也不是想要这样讲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我嘞，我现在多少？1110，1100。
而已。要不看一下，我的是 C 加而已，他们都已经 B 减了。那我的增加数，可怜啊，少的可怜啊，增加的速度很可怜，很慢。这有啦，有就是预估我在这个时候5月27日会增加到这样的数字的1120啊，但是我已经1120了，你没搞错，我已经1120了，你这边给我还在1110，等下就会跳了，再跳了。夸不夸张？三个，干。那还有哪个频道？我想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回去那还有哪个频道成长的蛮快的？成长蛮快的还有谁啊？好像就没有了呢。对，就没有了，就这几个而已，就这两个而已啊。这个我就不算了。我就不算了，我的那个不算哦，这样可增加的数字是最快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呢？就是，标题是什么呢？就是，我的天哪，这两个频道标出的太快了吧？应该也是错的，应该是说，我的天哪，夏天订阅数标太快了吧？这样，我应该然后再打一个 feast 夜钻跟那个夏天，我应该也会。少一天来跟他们，就是问他们，就是为什么你们订阅数飙这么快？为什么？好了，那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也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影片下来留言。那还想要我就是去拍这种的话，也可以做成一个系列。那我这个系列呢就是。好啦，这是频道数据啊。那频道数据现在就做第二集，那这一个应该也算是频道数据的第三集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以上现在显示出来的这两个频道呢，记得去订阅他们，夜空钻石以及上 summer 上夏天，帮忙订阅一下。重点的话，重点是我啦，我他订阅数帮忙我一下啦，真的帮帮我一下，订阅数才叫1122，我希望今年底就是跟去年一样啊，今年底可以订阅数可以增加多一点，我就不设订阅数的目标，要到多少啦，所以呢，恳请大家帮忙我一下，不仅订阅他们两位，也订阅我一下，拜托。真的是需要你们帮忙。那影片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留下一次的影片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